2005年1月8日，开国上将宋任穷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305医院病逝，享年96岁。7天后，宋任穷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上，钟岳霖的深情一吻，算是对老伴儿的最后道别。这一幕，让儿子宋克荒终身难忘。他们就相慕与共嘛，从那个时候结婚到一直到后来去世，都是，大家都是非常的，相敬相爱的。在宋克荒关于父亲的记忆中，有两件印象深刻的事情。一个是父亲为了国家建设换过很多工作，而这些工作的共同特点就是都非常的忙碌。再有一个，就是父亲与母亲之间那真挚的、恒久的爱情。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败，中央红军开始了战略大转移。就是在那25000里长征路上，宋克荒的父母相互结识了。他们呢，就是长征的时候，我父亲呢是红色干部团的政委，我母亲呢，他们30个从江西参加长征的女同志组织了个连队，她是负责谈担架呀、找民工啊，就这些。在那时候呢，陈赓同志呢，他比较和贺子珍啊什么都熟，然后就带着他们到干部团来玩儿。啊，然后呢，当时我母亲呢见过我父亲几眼，然后陈赓说：“这是我政委宋任穷。”当时老太太告诉我说，我妈妈告诉我说，当时陈赓说是他政委，是看我父亲那写日记，也没抬头看他们，然后他就一个印象就觉得我父亲很好学。在钟岳霖的眼中，宋任穷很文静，话不多。他那张朴实和善的面孔给钟岳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就在两个人相识后不久，这位看起来文文静静的军委干部团政委就遭遇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场恶仗。打土城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就是情报错误，就说的，当时说敌人有几个团来着，后来实际上翻了，所以打起来比较艰苦。那个干部团的那个损失比较大，后来因为他们是红军大学组建的，就是说战士都是排以上的干部，作为红军的骨干，将来就是说要作为基础啊，干部的基础，所以说这么用可不行，这损失太大了啊，所以以后就是说慎用干部团。土城战役之后没有多久，宋任穷所在的军委干部团遭遇了一场更加残酷的战斗。1935年4月，红军大队人马向金沙江方向挺进，蒋介石认定红军必渡金沙江无疑，他随即下达命令，控制金沙江的所有渡口，毁船封江。当时，如果红军不过金沙江，就会被敌人压进深山峡谷，遭致全军覆没的危险。5月3日，红军兵分三路过江，而宋任穷所在的干部团则接到了抢占皎平渡的任务。急行军160里，一晚上，然后赶到那个皎平渡。赶到皎平渡，当时敌人还没有发现。因为当时还以为才160里以外呢，然后就
把他们当他们换了国民党服装，以为是国民党的部队呢，然后就乘船过去，就占领了那个渡口。干部团化妆成国民党军的部队成功渡江后，抢占了皎平渡。由于其他两路红军过江的渡口江宽水急，无法搭桥，于是皎平渡变成了红军唯一可以渡江的地方。就在此时，国民党集中了一个旅的兵力，对干部团镇守的皎平渡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当时陈根同志带着和我父亲带着那个整个干部团呢，坚守在那儿，坚决守住，所以打退了敌人的几次那个反扑，然后呢，坚守住了渡口。从1935年5月3日到5月9日，30000红军主力凭借着7只小船，渡过了水流湍急的金沙江。同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到达陕西省的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的长征胜利结束，并从此开始发展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到了根据地以后，不少同志都已相继结婚，而当时已经20岁的钟跃林还是孑然一身，这自然引来了很多人的关心。当时有很多人给他介绍对象，他都不同意。后来贺子珍就介绍，哎，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他说谁啊？他说干部团的政委宋任穷。我们母亲原来就对他有感觉，有印象，就一下就同意了。同意了以后，那就当时很简单，就把两床被子搬一块就结婚了，结婚也就是一些熟人去了一下。婚后不久，宋任穷被调到新组建的28军任政委，随后他便跟随部队奔赴前线，抗击进犯的国民党第86师。就这样，这对新婚夫妇因战事需要，被迫分离。丈夫走后，钟跃林进入到中央军委通信学校学习首发电报技术。直到抗日战火燃起的那一刻，他找到毛主席，提出了一个请求。见到主席，因为我父亲当时已经到抗日前线了，就到济南地区，他就说他要求去济南，找我父亲。因为当时中央有规定，就是这子弹员呢上前线都不许带夫人，不许带老婆。后来就说这样吧，说让叶子龙发个电报，就说问我父亲在哪儿，那个说钟跃林现在毕业了，要求去他那儿，要去前线，是否同意？结果2个月没回电。经过漫长的等待，在电报发出后的第3个月，钟跃林终于接到了同意他前往的回电。随后，钟跃林与队伍一同前往济南军区。在路上，他们遇到了从济南军区返回延安的邓小平。然而，邓小平却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1938年秋，钟跃林被分配到济南军区电台工作，这就意味着他与久别的丈夫即将重逢。可就在前往济南军区的路上，钟跃林却得知自己的丈夫已身患重病。那时候都准备了棺材了，都准备寿衣了，就准备说可能病得不行了，然后说你赶快去。后来我母亲去了以后，经过母亲精心照顾，父亲恢复健康了。父亲就说：“为什么那么2月没有回那个电？因为中央有规定，前线的这些将士不能带夫人，他怕有让带着我母亲，好像搞特殊化呀什么的，所以他就说才反复考虑
合不合适，然后后来又病了，所以没有立刻回电，所以这么个情况。虽然妻子细心的照料让宋任穷奇迹般的好转起来，但是长时间的高烧让他的听力严重受损，体质也始终没有完全恢复。为此钟月玲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不能再离开丈夫半步。1942年4月，日寇对济南地区进行了残酷的铁壁合围大扫荡，济南根据地损失惨重。听到这一消息后，正在太行山治病的宋任穷焦急万分，他立即返回了济南根据地。刘邓首长都是非常爱护干部，就多次命令他到安全的地方，但是他给中央发报，就说的誓与济南人民共存亡，所以坚持敌后斗争。除了日寇的疯狂扫荡，济南地区又遭逢连年自然灾害，这严重的威胁到了当地军民的生存。作为济南军区的重要领导人，宋任穷全力组织生产自救，解决吃饭问题。1945年，钟月林生下了一个男孩，宋任穷给儿子起名宋克荒。之所以起这个名字，也正是取意克服灾荒。最困难的时候嘛，也是，坚持啊，所以就拼到最后，最后建立了。冀鲁豫根据地给太岳、太行等几个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的兵员和物资，所以他做到这点非常不容易。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被任命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宋任穷到云南上任，而妻子钟月林为了能更好地照顾他，也带着年幼的宋克荒转业到了昆明。当时我们住在翠湖的边上的一个院子，我父亲呢在省委办公，当时有人提出来啊，要省委要建个围墙，后来报到我父亲呢，我父亲给否了，他说要花那么多钱建围墙，这没有必要吧，说的我们抗战的时候不都是和老百姓住一起，和老百姓在一起。宋任穷上任的时候，云南刚刚解放，而国民党在逃离大陆之前曾派遣大量特务进入云南，他们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展开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宋任穷没有想到，他所下的不建围墙的这个决定竟让他险些丢了性命。那天早上就有个女的老在那儿转，后来被站岗的那个战士发现了，就上去问，就想盘问一下，说你怎么老在这儿转，什么意思啊？结果他一上去呢，那个女的那撒腿就跑。后来那一看跑肯定有问题了，那站岗的他们就追，警卫班主任在那个省委在办公楼旁边那个山上给把他抓住了，抓住了一看。是一个男扮女装的一个特务，他们那个带着枪企图呢就是说暗杀我父亲。这次行刺未遂事件并没有影响到宋任穷的工作，他在云南任职不满3年的时间里，做出了平定匪患、组织生产、发展经济等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而评定军职军衔的工作落到了宋任穷的肩上。这项任务涉及到了每一位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军人的荣誉和利益，要想圆满完成这项任务绝非易事。但是宋任穷的工作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在那个给主席汇报的时候，然后那个彭德怀同志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任穷同志也说他不评大将，评上将，所以主席说好，这个很好。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巨大的蘑菇云升腾在戈壁荒漠的上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一刻，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而当时正在北京四中上学的宋克荒也听到了这一消息，听广播里爆炸了，很兴奋，但是我们没想到他和我父亲有那么深的关系，这点我父亲没说过他和原子弹有任何关系。当时他在东北局，我们这个东北局和原子弹没不大尬的事儿，所以我们就根本就没往这上想。宋克荒万万没有想到，远在西北爆炸的原子弹竟然会与身在东北的父亲有关。他不知道父亲早在1956年就进入二机部任部长，负责领导国家原子能事业。1962年起，宋任穷带领钱三强、朱光亚、邓稼先等一批科学家参与研制原子弹的有关工作。但是为了遵守保密规定，父亲宋任穷连一个字都没有向儿子宋克荒透露。特别敬佩这一批搞这个核工业的，就是他们从无到有，白手起家，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告别了亲人，而且都是隐名埋姓。包括那些就是工作人员，像司机呀，还有战士，还有那个勘探队员呢，这些人呢都他们都是把自己都贡献出来了，这一辈贡献，这一生都贡献出。宋任穷在研制原子弹期间几乎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和时间，与家人见面的机会自然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宋任穷到北京开会的时候，宋克荒才见到了久未见面的父亲。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家还很困难，北京四中的学生每个月的粮食定量只有32斤，当时宋克荒正在长身体，这点粮食根本不够他吃。这一天有人通知他去见父亲，这对于宋克荒来说等于一下子接到了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当然是能见到久未相见的父亲了，而第二个则意味着他终于能美美地吃上一顿饱饭了，因为通知他去见父亲的地点是北京饭店。后来我就去看我父亲，知道以后去看，看完了以后到吃饭的时候，我父亲说那你该吃饭了，你回去吧。我就回学校了，回学校一看，哎呦，我的饭都被同学吃，饭没了，被同学吃了。后来同学说你怎么你怎么没吃饭？我说我没有让我在那儿吃饭，他我们都给你吃了。后来我那怎么办啊？他们说那他该不能没饭吃啊。那时候真是一顿饭不吃就饿得慌，他本来那个粮食就少，一天一斤嘛。后来就他们就说赶快找了大师傅，然后借了我们那同学张雪强，他们写了个借条。借了三个窝头给我吃。当时的干部是什么样？和老百姓同甘共苦，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希望这些好的作风，我们的共产党的干部能够继承，真的像老一辈一样，和劳动人民和大家一样，同甘共苦。不要搞特权。宋任穷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更换过很多岗位，而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把工作做得卓有成效。他不在意具体做些什么，只要能够为党为国家工作他就很高兴。但是一场浩大的政治运动
却迫使他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工作。文化革命那个被打倒，然后也被批斗，可是呢还是那么坚定的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这信念根本就信念不动摇。1969年，宋任穷被下放到农村，妻子钟月玲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在盘锦二五农场里，为了照顾好宋任穷，钟月玲承担起了所有的家务。那条件当然很差了，很差。当时我父亲呢在养猪，然后呢就说的，所有家里的活呢，都是我母亲抢着干。当时，所有的生活用水需要从很远的地方挑回来。为了不让宋任穷出现意外，这个挑水的重活自然也由妻子钟月玲一个人承担下来了。那个井台上都有洒了水，都结了冰，那么好就要滑下去。因为我父亲呢，就是看着老太太一个人老打水，他也不忍心，他也偷偷的，他也去挑过几次。后来老太太发现就急了，就说：“你不能去挑，你挑了以后你滑进摔死淹死了，谁能说得清啊？人家就说你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你不能掉进去。”在宋可荒看来，正是父母的相互扶持、相互鼓励，才让他们熬过了人生中的种种困难。1977年，宋任穷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工作岗位，出任第7机械工业部部长。为此，邓小平还曾风趣地说他是上将上马，服务四化。他任部长以后呢，就一个抓科研，一个抓的群众的基生活啊，也让大家向前看，不要要团结起来。上任以后，宋任穷以军人果敢的作风，使七机部的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得到了干部群众的广泛支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然而这一年，宋任穷已经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一次，在宋任穷将去四川基地调查的时候，妻子钟月玲强烈要求同行，但宋任穷坚决不同意。我父亲呢，有一条就是，到哪儿都不带亲属的，不让他去。后来老太太说，他身体担心我父亲身体，说那我自己买票去。后来我父亲同意了。四川的航天基地位于很偏僻的地方，宋任穷的到来让基地的工作人员非常感动。然而那时候基地的条件很不好，只能用一顿饺子来为宋任穷接风。我父亲那个肠胃不好，一直肠胃就不好，就是不能吃那种带馅的。后来我老太太就想说，是不是不吃了？老太爸爸就怕那个影响不好，就说人家是真心诚意的，不能不吃。当天晚上就发烧拉肚子呢，然后就输液，输了一半就抽起来了。那时候幸亏我母亲去了，要不然的话，那就是说没有人守在旁边，对输液过敏啊或反应啊没有人知道的话，就很容易出事的。宋任穷复职后，又在第一线上工作了整整8年。1985年6月25日，已经75岁的宋任穷找到老战友王震，两个人一起联名向中央提出申请，主动要求退出第一线。唯一的感慨就是说，年纪大了，看来干部还得有年轻的，要有年轻人来做。年纪大了，确实身体不如以前了。过去他是没有出现过，但是现在那次出那个，他就考虑到，就是说年纪
到底是年老了，干部还是应该培养年轻的干部。1992年，宋任穷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6年后因病情加重，他住进了305医院。在宋任穷住院的7年间，妻子钟月林每天都要坚持去医院看望老伴2次，无论刮风下雨，他从来没有间断。而每当妻子要离开的时候，宋任穷也都会紧紧拉住妻子的手，久久不愿放开。父母之间的这种感情让宋克荒感慨万千。就相慕与共嘛，从那个时候结婚到一直到后来去世，都是大家都是非常的相敬相爱的。2005年1月8日，宋任穷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儿女，离开了他的妻子，那个理解支持了他一辈子，追随照顾了他一辈子，也与他深深相爱了一辈子的妻子。宋任穷去世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联合设置了6集文献纪录片《宋任穷》。在宋克荒看来，这部纪录片也算是完成了母亲的一个心愿。我母亲呢，当时就一个愿望，就是就100周年那个，就是好好的把它就是做好。是当做好了以后，就是当那个在当时那年在北戴河嘛，然后他7月11号开始播的嘛，老太太当时看完很激动，然后说了句：“哎，我可以走了。”好，第二天就不行了。战争时期，钟月林追随着丈夫战斗在第一线。特殊年代，她陪伴着丈夫，不离不弃，默默承受。丈夫百年诞辰时刻，钟月林的心愿终于了却，从此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来。